今天 OOTD 又是这件黑色外套，然后里面是一个针织衫，好，然后黑色裤子，看一下窗外的风景，哇，so beautiful！昨天去剪头发，好像有点，因为之前烫的，所以都舍不得剪掉。那我现在准备要出门。请问这个 Hello Kitty 发生什么事了？黑掉的 Hello Kitty 是在哈佛。好的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现在在我朋友的家。那我原本是要载他，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要去吃饭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约11点半，11点半，请问现在几点？看得到吗？11点39，请问人在哪里？没有看到，是在哈佛。给我下去。是真的大爆吗？因为我有定位啊。今天来吃就今天小古巴，请进大家去，好，我们开会。请进去。叫什么？吴先生，不是吴小姐。闭嘴。古巴人。我之前有在抓说，现在怎么？已经很久没有一座韩剧让我追成这样。我点的是起司牛汉堡，然后它套餐有薯条，还有冬瓜茶。为什么没有加肉酱？没有，太贵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点的是手撕猪，借我看一下手撕猪。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个肉酱薯条，就是上面会有淋一些肉酱，那个比较好吃，但是相对价钱就比较高。特写一下起司牛。因为我相机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瘦抖瘦抖，所以我改用手机拍。近看一下起司牛，有很多生菜、起司、番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直接吃给你们看。这样子，它是不是低脂？那我们拿来找甜点店来吃，这根本就吃不完。旁边就是有绿田。绿田发芽，很贵。绿田发芽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绿田发芽？绿田吗？那个蛮贵的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就在旁边。我们先拍完王美，王美，因为我想换发型。然后今天又五月红，又那么会拍照，就不能放过。我觉得吴家楠很可怜，还蛮好吃的。还不错吃。我们现在在延平郡王祠，然后我们现在举行歌唱大赛。我们等一下会直接拍 IG， 然后上传现实动态，看谁的得票率比较高就获胜。那我们是要唱小雨的《终于说出口》，那想必是我会拿下这个胜利。耶！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林百货。
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歌唱比赛，那我们现在会在 IG 上面投票，那希望我可以获得胜利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出发林百货，因为林百货我还没有进去过，真的是假台南人。然后听说他的那个顶楼也蛮好看的，那等一下就去看一下。请问后面是国民党部吗？是啊，已经迁移了，活该，拜拜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这间林百货，它是日治时期吗？还是日治时期的时候？第一间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，对，第一个电梯的。谢谢我们的历史小的小小天才。这个座位之后，现在看起来蛮少的。请问是日治时期的皇上吗？谢谢主人。 Out。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这边有卖什么。这是一些酱料的部分。收音机吗？ Radio Kiss Radio。 然后这边有一些芒果果干。有这个圆圆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蛮可爱的。这些包包的部分。Hello， 我现在在林百货的二楼，那这边就是卖很多一些小物啊，文青小物。那我们访问一下这位路人，他觉得有什么特色小物吗？是好看的。对，他这边文创东西蛮多的吧？对啊。你有特别喜欢什么小物吗？没有，因为都很。是蛮。野生捕捉一位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这边竟然有一颗苹果，请问是林真咬的吗？没有，那是我们要拆个林真。来，我又放图在这边。彩杰妈妈，彩杰妈妈，彩杰。哎，这个文创包包是蛮好看的，但是台湾文创很贵，难怪大家抢不起。哦哟，我今天被吴家展圈了。我今天被吴家展圈了。谢喽。这边看到一些铁铸齿手动式升降控制，就是比较偏机械的部分。那这边就是一些以前的一些零件。那这个就是以前的林百货里面的电梯，那它是长这样子，让你们近看一下，就是一些比较老旧的铁片。顶楼是还蛮漂亮的，有豆花，我想吃豆花，可以吃。艳阳高照，收盘。有一个油桶可以投，那你投进去可能没有人会收，谢谢。这边有个楼梯危险器五号机，那应该是没有人会想要爬上去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有点尴尬。好，安民超大碗，跟着观光点什么？你点什么？我不知道都买。好吃吗？CP 值高吗？就安平头嘛。这边是一间在顶楼的一些豆花店。
边有一些风景很好，看一下土地银行。全台湾第一台电梯，这台吗？对啊，全台湾第一台电梯。按错。比较惊喜，全台湾第一台电梯。你可以挑战这首。现在我们来播歌，喝饮料。I am coffee。请问有要充电吗？好，我点的是墨绿豆泥。Thank you.